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67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快速的跟大家分享这款吴医生所推出的这个叫做显微镜啊。尽管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称呼它为手术刀了啊，因为呢，在变形金刚第二集里头呢，它是呢要帮 Sam 动一个脑部切割取出脑的一个手术，但是那一段剧情呢，在台湾的这个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呢，是经常被剪掉的啊，就是那个虫啊钻到 Sam 的这个从鼻孔钻入，然后从这个从嘴巴里头再吐出来那一段啊，经常是看不到完整版的。那么呢，它就既然已经称呼它为显微镜，那我这一集的话就叫它显微镜吧。可以看它的一个设定，攻击力、生命力跟防御力呢都是最低的啊，不对，生命力还稍微强一点点啊，稍微有多一格啊，但是攻击跟防御力都非常低啊。尽管如此，对人类来讲，它还是可以轻松杀死人类的。OK， 那这个内容物的话呢，就包装盒、人物卡，当然还有说明书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款的玩具呢，也是一个小比例。那直接挑明了讲，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是它这个材质的问题啊，没有问题啊，身上呢完全没有任何脆弱的部件啊，真的没有。其实像这么细小的这个前面那个手啊，这个厚度来讲的话，你看我可以捏着它这样甩啊，哟呼，捏着它这样甩啊，啊，甚至这样子把它丢出去啊，这个。你要用力捏了，你也捏不碎它啊！像这个 Megatron 一样，就像第三集有出现，就一捏就把它捏碎啊。这个话呢，基本上是捏不碎的。如果你捏得碎的话呢，直播给我看一下啊，发个影片给我看啊，我想看看你这个玩具对你来讲的话是多么样的不心疼了啊！刚这样丢了一下，你可以看到哈，它还是非常健在的。而且呢，这款玩具的话呢，也是出了名的一个表情包之王啊。这个虽然里面的眼睛啊，这个里面这两节东西呢是不能动啊，但是做得非常传神。眼珠子的话，内部呢还有做出一个像是可以转动的一个形象。上面的这个头上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毛啊，就叫什么呆毛嘛，也不讲呆毛了啊，变成这个人形的时候应该是往前面的。然后呢，下方啊这里有两个这个，这个是变成显微镜的时候是两个一个调节轮吧啊，你应该是往前放一点，因为变成这个显微镜的时候还是往两侧放。不过这个都无所谓啊，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充当表情用的。那头部的话呢，可以左右的转动，以及这个地方有个根部的，这个地方有个根部的关节可以往前动，往下放，然后再转动啊，去窥探一下啊。那这个呢，真的要挑，也就是这个手啊，在电影里的话有一个手啊，是会这个手是会动的，但它这个手部的话，你可以看到啊，就只有一个根部的关节而已。但这么小的玩具，我也不知道还能要求什么了。那整个上方这个整个部件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动的，这里有一个转轴关节。那其他的话呢，这个根部都是这脚的话六个根部的球形关节，以及中间的话呢都还有一层两层的关节。虽然是两层关节啊，但是这个局限性来讲的话，这里啊，因为这一带啊这个关节啊，你往上一来这里就会卡住啊，所以它跟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双动关节不太一样啊，可动性的话没有一般的双动关节那么样的一个夸张。不过它本身的一个，我这样给各位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个附着应该说它那个站立性是非常好的，每一根这个脚趾的话呢都有很不错的一个支撑力度啊，你这样子它就可以比较高一些，那你甚至可以单独的一两根指头的话是稍微的去动一下，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随便你怎么把玩都行。感觉上的话呢，就是这么小的玩具呢大家第一个顾虑是这个材料会不会太过脆弱，那这一点克服的话呢，原则上也就没有很大的问题了，加上它的结构呢也是非常完整，还挺扎实的。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这个两手是收进去的，再来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根部的这个球形关节呢，每一个的话呢都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斜角的一个出口的，就这样子先把这个指头都收进去，然后呢每一根指头呢集中过来，你看到吗，这里呢中间都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挨着呢就把它给结合起来，这样子。那这个脚趾头的一个摆放呢是交错放的啊，这个就不需要特别解说了。再来把这个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尾巴部分呢就推到前方来，那这个两手这地方合起来之后就往前推就行了，然后这个呢就转到上方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正面了。再来把这个显微镜的部分呢给转到前方来，以及呢这个头部的话呢是这里转过去，然后呢这两个这个部件的话，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就变成这样，其实已经算变完了。这个地方往上，然后这个地方往下。好，哎，你我还要看一下小照，因为它这个显微镜，跟我在国中的时候学校看的显微镜完全不太一样啊。这个拟态显然是不及格。OK，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显微镜的一个形象。你稍微的这个地方是可以动，但是它这个本身这个地方关节还挺紧的。你看这样，它其实不会晃啊，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们这样把它放上去吧，因为这个玩具实在是太小了。OK， 那这个载具的形态就也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吧，主要大家还是买它的一个手术刀的一个从形态，应该说一个载人形的一个形态吧，
载具就没什么好说的啊，玩具呢非常非常的小啊，这是一个魔方的这个滑车，你看它可以放在上面啊，当然显微镜是不可能这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行吧。那么这一集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吴医生所推出的一个显微镜，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啊，主要是它在电影里头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小，而且人形状态呢真的是做到非常的传神啊。我们再把它变回人形好了啊，这个是往前面推，然后往上放，这样子推过来，然后呢把头上这个毛呢给翻出去，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尾部的部分呢给往上面折上来，然后就把这一片部件推出来，两只胳膊的话呢给翻出，然后其他就是把这个爪子的话呢全部的都给挑出来了啊，行吧。那它在OK， 这个玩具其实挺好玩的啊，害我忍不住的多了一个政变的一个过程，把它给变过来。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